如闻医生特邀专家王万卷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。淋病的诊断，除过我上面说的这个症状以外，就尿道有脓性分泌物、尿道流脓、尿急尿频以外，主要我们诊断时候要做实验室检查，检查主要是查淋球菌，把分泌物或者尿道拭子，插一个尿道拭子在尿道，或者分泌物，尿道拭子我们插进去以后要转动这个20到30下，要把尿道拭子涂在玻片上来做革兰氏染色或者美兰染色，来看到有没有革兰氏阴性的双球菌，查到这个双球菌就可以诊断淋病。但是女性的淋病的话，我们一般不建议用尿道拭子来做镜检。我刚才说的是镜检，女性的淋病我们更重要的强调的是培养，我们可以把她的宫颈的分泌物做淋球菌的培养，如果培养出来有淋球菌，我们就可以进行确诊，就做淋球菌的培养。